先跟大家讲一下，为什么今天只有我们四个人呢？其实我们有一些非常沉重的事情要跟大家讲，团长要来宣布一下。吴建奇有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就是我们小赖已经正式退团了。明明跟我们讲讲。对，然后今天就新团员才子，谢谢。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另外一层的解读，也可以是马子狗，因为我们就是 all day， 然后陪自己的另外一半都腻在一起都不会腻。那零九，你是马子狗的类型吗？不是啊，你不是有主见的马子狗，反抗一下，不要不要，然后OK， 他是这类型的，就是偶尔电你一下，就耍情绪了。你跟零九谁比较听话？在你们这段关系当中，我们互相尊重彼此。那你跟韦静谁比较听话？我啊，后悔嘞！韦静很爱控制我啊，控制狂。他说你不要出声，我说好。你不要会写悲歌还是幸福感？我不要会写悲歌哎，常被甩。妈，因为像前任这首歌，它就是很悲伤。你写的时候想了什么？想了所有的前任，不然要想什么？大概几任？我们太会问了，这什么表情啊？好，关起来。哦，好，大家心里有答案。节目规定的，不要生气哦。好，好，可以。是最白吗？不是，我包最重。最疯，最疯。哪有自己讲？跟内心有关吗？有。正失恋。这有内涵。跟内涵有关。跟内涵。内涵有关。对。最有钱。答案是被插队不会说话。对呀。他不会，他不会。你不要。没有啦。那如果遇到插队，你们怎么办？我不排队。我会小喊说：“看我插队哦。”如果是真的阿嬷今天真的很困难，要插没关系。你又是阿嬷，你又插的不好，照屌。那有没有插的很好？快跟人讲。你说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啦。来，请问大家。各自小时候的偶像是谁？大学时期的偶像，除了韦静，除了韦静，除了韦静，就是 Justin Bieber。那韦静呢？我大学的时候刚好开始喜欢陈绮贞。零九呢？周杰伦。应该更早就已经开始了，对。可是到大学还是他。来，丰泽。什么？还没摇，还要什么？等不到也爱不到的人是疯子。忘记了。我觉得虽然不确定那个时间是不是大学，但是我很喜欢 Bruno Mars。今天 KK Box 其实第一名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瘦子真的很难打。对，因为我们其实想要打败瘦子很久了。一到十都是他，好难哦。但我爱他，那当然算了。好听。我的个人首张专辑《才子楠楠》在7月27号会全面上架，那8月2号也会有我的音乐会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我的背光旅行的音乐会，然后是8月8号跟8月7号，那目前8月7号的票还有一些些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谢谢谢谢。那我9月呢也会发行一首新歌，发行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，因为有一点特别。哦，那我们明星私聊吧，下周四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